就亲啊，他虎子来了。哎呦，你看看咋样啊？这屋好不好？哎，别摸啊！你那手埋汰，过来来。真漂亮、啊，你看，嫂子捡这喜字儿啊，咱俩都给他贴上啊、嗯，拿着。贴上啊？啊，团长会愿意吗？那有啥不愿意的呀？俺都跟他成亲了，贴。可是团长他不是，俺不刚来嘛，他有点认生啊，听嫂子贴。哎，行，嗯，对，那嫂子我贴这儿啊，贴。虎子。嫂子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慈眉善眼的，跟俺亲兄弟一样。胖嫂，你真跟公鸡拜的堂啊？那可不咋的，俺家那边有这讲究，要是男人不在家吧，要不就跟小叔子拜堂，要不就抱着公鸡拜堂。你说俺不跟鸡拜，跟谁拜？胖嫂，你连人都没见过，你就敢过门拜堂啊？俺是个寡妇家的。那有人愿意要啊，你都烧高香了。你可不知道啊，那在婆家守寡那滋味啊，比吃牢饭还难受。两亩半地大彩礼真不少啊。哎呀，过门之前俺都想好了，就算遇上个瘸子瞎子，那俺也认了。哎，没成想到部队上一看，人家不瘸不瞎，还是个真爷们儿，那威风的。一走起路来，那脚呼呼生风，哎，说起话来像敲钟。你说嫂子是不是挺有福？快贴，好，我拿贴窗户上啊。来，我给贴呢。都给你贴满了，好，你看多喜庆哈！谁屋子吵？把这狗屁褥子铺上。我不用，我火气大。你呀、啊，就是一根筋。不行，这事儿我不能妥协，我坚决不能妥协。干石头。我提醒你啊，这人既然来了，你可不能轻易把人赶走啊！一旦闹起来，影响可不好。哎呀，我娘啊，真是我亲娘啊！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要我血命啊！这是。